好啦，我哋而家啱啱喺上沙站啊 HR 行出嚟啊。首先我哋要搵翻商场 KK1 嘅位置。嗱，地图显示啊呢个位置啊一直行啊。头先日朝早我哋嚟到呢个位置比较静啲，可能啲人都未起身啊。要转入去啊？即系可以呢度行入去就揾翻 KK1， 等呢度哦呢、這个位置一直行啦。哇！呢度你见到咧，村屋密密麻麻喎，多多地方行啦，好静啊。其实可以行大马路嘅，不过晒啊。我哋喺城中村入边行过去。你睇下系咪同其他大大小小嘅村都系差唔多，是不是？即城中村系嘛？都好多嘢食喎，呢条街啊，梗系啦，唔系啊，出租屋都好多噶。我而家好喺瑶街啊，吓，嗱，全部出租屋嚟噶，见到嗰啲民，将两间楼民宿，可以好近啊，系嘛？酸辣粉，酸辣粉嗰啲咩养生馆，按摩噶，酸辣粉又有啦。哇！全部都好炸啦！呢啲民房，將兩間之間一條馬路經過，上面啲樓好窄嘅，一直行啦。我哋揾翻 KK1， 啲樓下街鋪乜都有喎，剪頭髮25蚊喎，而家未開門。其他呢？唔剪啦，我哋肚餓食嘅已經有眼鏡配喎，好多小店。系喎，啲牙科又有喎，咩铺头都有啊。跟住呢啲咧，啲餐厅未开门啊，都好近啊，10分钟到啊。唔知道大家行过上沙未啊？喺福田口岸两个口岸啊，其实坐的士都好近啊，应该都系5分钟到啊。不过我哋今次大巴时间就想。喺深圳周围行下，边度过啊？系咪喺边啊？嗱，呢边都好多铺头啊。诶，应该呢度喎，系咪呢座啊？前面嗰座啊，应该。系咪前面呢座啊？啊，前面呢几座大型嘅商业楼宇，系咪一个商场嚟咧 ？KK1 都喺附近啊。你呢度有天叻喎。剛才我們在上沙站 HR 走過來，就看到一個大型的商場，這裡是中洲灣，我們走進去再看看這裡有什麼行。看回周圍環境啊，這個商場我們都是第一次來的，雖然開了很久，但是都很少來這個商場。旁邊比卡超大大個比卡超在這裡，其實這個位置屬於下沙的，都差不多，都是在城中村包住這個商場。睇翻周围环境啊，总括嚟讲呢个其实有两个商场啊，一个 KK1， 一个叫做中洲湾。见到啦 KK1 个标志啊，本身 KK1 商场入面有60间餐厅啊，所以如果嚟搵嘢食，同埋而家夏天行户外就比较热啊，所以而家仲系夏天嘅时间，我哋都系选择行商场算啦。各位亦可以下沙站 B 出口过嚟商场，大约都行几分钟。
而家我哋嚟到商场嘅四楼，分别有餐厅同埋售卖数码产品嘅店铺。主要都系餐厅啊！头先见到一间华为，有啲卖电子嘅用品，仲有前面有间客语啊。再行远少少，见到百合里，嗱客语就好多人排队。依家食下家菜啊 ，OK 嘅。而家我哋继续喺四楼行紧啊，学翻周边嘅铺头俾大家睇下。呢度有间新白鹿餐厅，同埋一间百合里，呢边又唔多人排队啊。而家嗰间京味章就好多人，我哋而家仲排紧队啊。喺四楼就行下，睇下有咩将好食嘅餐厅啊。嗱，一间百合里啊，唔多人排队啊。如果大家想食牛肉，可以过嚟呢间啊。再行过少少，有间蛙来达。KK1 在下沙所有一座大型的商场，一共有五层，人流比其他商场旺很多。最大的原因就是商场位于上沙下沙的中间，平时都会吸引住在这两条村的市民过来消费。我们在四楼就见到一间戏院，大陸很多大型的商場都有一間戲院啊！我見呢度有咩啊？有啲夾公仔喎 ，OK 喎，兩蚊一局啊！不過都好難夾嘅。我都嚟深圳都睇下咩都玩下啦。誒，不過要唱代幣喎。啊，同香港戲院差唔多，有啲小食部。買嘢食，不過佢哋有多啲嘢玩啊，有夾公仔啊，有咩戲睇啊？周圍環境就係咁啊！繼續行啊！我哋而家仲係喺四樓啊 ，KK1 啊四樓。嗱，呢間椰子茶。任天堂體驗店，我嚟睇下。大陸好少見到任天堂嘅體驗店喎，買 game 啊！落到嚟三樓，會見到多間餐廳，包括費大廚、臭臭火鍋。喺深圳好出名嘅西北民間菜，呢間餐廳出品嘅牛骨，唔知道大家食過未啦？除咗餐廳，仲有好多间时装嘅店铺，主要都系售卖女士服饰。好快，我哋又落到嚟二楼，呢个位置餐厅就比较少，只有两间，分别系呢间湖南菜、老麻雀，同埋呢间新加坡菜、星怡会。而家我哋嚟到 B 一嘅楼层，呢个商场都几大啊，都行咗好耐，都仲有啲地方未行完。呢间叫咩啊？吉姆大师傅啊！啊，睇下有冇啱食可以买翻香港啊！都系啲面包、蛋糕。啲廿几蚊一碗啫喎，系咯，抵食喎。20多元一碗的米粉，呢间啊牛杂专门店，而
家我哋呢个位置就系 KK One 商场嘅 B1 楼层，行到呢度有间 BLT 嘅超市，都几大间噶，我哋入去睇下。喺门口出边呢度买面包。诶、哎，都多。嗰边嗰啲蛋糕啦。啲咩嚟噶？呢个食早餐喎。焦糖喎，系啊，脆脆咯。嗯。将烤落去嗰啲麦皮，系啊，麦皮或者鲜奶食。喺度买糖果，哇，好大间啊！我哋慢慢行睇下咩买啊。其实香港人嚟呢度行 OK 喎。是吧、香港人最喜欢买东西、你看这些这包紫菜呢这个不是这包中间白色的、这个、有机烤海苔都是一块块一片片的、这个、这些呢这个烤饭吃过这个捞饭之前小时候都吃过的、我7.59买的、高牙刷、这些我们不是有买的万宁面膜来的是吧但我价钱都要70元喎，买一送一。呢度买一送一，但系香港咧，你平时喺万宁买系咪咁啊？差唔多。好多种啊，呢边度啊？阿贝州。阿贝州啊，系咯，几靓哦。呢边讲，呢度咧，啲橙嚟嘅，点解要巧克力橙嘅？个皮有啲似咯。食过未啊？冇食过。香港冇得卖喎。是吗没买过有时看到不知道是什么早市有吗都有的跟着这些枣来的冬枣枣就这样吃了保身就这样吃了这个就买过、跟着这些呢、这些就是西梅哇这么大盒啊几钱一箱啊200多259不是会员的300多你同人分就差不多、啊、一个家庭给你吃了那么多啊惠康有的你跟住呢啲香印青提喎、喺度有啦，香印呢就系国产嘅香印，几钱啊？一斤啊，一斤计喎，500克，50元到，35元，35元就会，35.8元。哇，呢个雪住嘅喎，呢啲系咩嚟噶？番茄，真系未见过，见过未啊？黄色的、OK 都吃过，这些是雪住的、红色就吃得多了，黄色比较少，看看全部都是买番茄仔，有多款式啊，这个区域买蔬菜的，哇这么大个啊，自煮火锅套餐，哦即加点水下去，加点水下去，自己热啊不用煲的，但我好像在香港少见喎，呢只海底捞。喂，如果我中意呢只啦，番茄牛腩啊，唔辣啊嘛，系咯。呢啲咩啊？三色醋米煮饭。哦，有啲人中意，有啲人中意嘅。嗯。都系中意健康啲，唔系中意食咯。通常煮飯都是拿將攞少少落去一起同啲白米煮咯。有啲就咁煮嚟食嘅。就咁煮到用好多。系啊。嗱呢度有寫啊，五常大米啊，個包裝幾靚喎，五顏六色咁啊。你咁一包有幾重啊？有寫啊，上面呢度啦，有冇寫？哦，五公斤。公斤。仲有啲紅棗啦，啲紅棗女士啱啊，攞嚟沖，可以沖茶飲啊，或者煲湯啊。就咁食都得咯，跟住啲果仁，有腰果同埋杏仁，同埋臘腸啊、臘肉，跟住啲菜乾啦。冬菇呢度主要都係買呢個咩冬菇煲乾貨啊，煲湯嘅。所以如果有啲人嚟深圳，唔知邊度買乾貨或者煲湯嘅用品啊，呢度都有啊，係啲冬菇啊，同埋木耳都有。呢都系红枣嚟噶，
又好粥嚟喎，又係啲似係啲北方食雲南啊，北方嘅食物。哇！呢紅棗咁大嘅，睇下見過咁大嘅棗未啊？好大粒喎！哇，好大粒個棗喎，幾大粒啊？好大條嘅竹身啊！竹身係啊，係咪平時我哋有時啲淡仔食嗰啲啊？係啊係啊，但係佢顏色點解黃嘅？黃可能冇漂過啩，呢個唔知喎。打邊爐咪啱咯，夠實爽。嗱，呢度都有豆腐絲啦，或者冬菇啊，冬菇幾細粒啊，你睇，50蚊一包。有紅花生喎，呢個生定熟噶？生嘅，冇應該冇炒過噶嘛。呢度全部都係有機嘅食品，冇農藥啊。可以買啲嚟煲渣渣。有花生、黃豆，係啊，可以煲渣渣，溝埋就得咯。未去學喎，呢個黑芝麻，全部撈好喎。都係啲紅米啊。銀耳蓮子百合粥啊。將攞嚟煲粥。係啊，呢個盡噶。煲糖水得唔得噶？煲糖水都得噶。啱有啲米喺入邊嘅。但誒 OK 喎，25蚊。佢本身有啲糯米喺入邊噶。糯米。有冇睇下？係啊，糯米咯。好似渣渣咁咧。係啊係啊。煲糖水都得噶。盡噶呢個。天氣秋天嚟，差唔幾好啊呢個。買咯，25蚊啊嘛。30蚊啦，冇會。我哋可以入會噶嘛。跟住啲小米粥。我真係想買啊嘛。開始小麥嚟噶，但係叫果買嘅。買喎，好多種啊，又小米啊，黑米。水啊，辣椒啊，調味料啦，主要都係。調味料咯，整嗰個酸菜魚嗰啲，蒸肉粉啊，攞嚟撈啲肉，撈完嗰啲肉攞嚟蒸噶。我呢個牌子，呢個五香粉。咩和味？和味吧，好似啲雞粉咁樣噶。嗯，印尼炸片係嘛？啊。喺呢度有雪糕喎。有咩款嘅先嘅雪糕啊？茅台啫。咦，茅台雪糕都有嚇？咩嚟噶？咩茅台雪糕啊？見過未啊？茅台冰淇淋啊！哦，頭先話嗰啲咖啡就有啫，洋雪糕都有，咁得意嘅。係咯。試唔試啊？光明啊！呢全部都係國產雪糕啊！葫芦啊？边度啊？呢度咯。边度葫芦啊？呢度应该系啊。就咁食啊？芝麻山楂。哦。酸酸地噶。系啊。啲苹果味。